今天要教大家的是，今天我们拿到 TEM 的档案，里面进去的都是一些 DM3 的档案 ，DM3 的副档名。那我们要做就是复制贴上到我们的 PowerPoint 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的是图片档之类的。那我们通常会就是得做转档的动作。那我们打开我们的 Gaten， 然后打开 File 里面就有一个叫做 Batch Convert， 就是批次转档的功能。Ctrl B 之后呢，就是叫我们选择要资料夹是哪一个，然后就找到我们要的资料夹，比如说第二个参数 S10， 很确定。然后我们这边 File Content and Format， 我们选择 Save Display As BMP 档，对。BMP 档会比较高清，对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按 OK 之后，它就会开始跑，然后我们的资料夹就会开始一直新增我们的图片的 BMP 档，对。然后好了之后按一下 OK， There is no this， 对。然后就这样 OK 之后，图片就会出现了。就会全部都转档好了。